This is the story of the waterfront owner and make him go. 这是底特律的那个 waterfront， 每一小时它会用不一样的，它有喷水池，从下面到上面到每一个 direction， 还有小孩子在那里踢完，这样。这是我第一次来底特律的，这样。对，我们再看一次它的。我们再看一次它的那个时间，它怎么时候用的？好，我们再等个几分钟吧。还有这是那个 express train， 它直接在里面，所以你们以后假如说来底特律的话，不想走路的话，就可以搭这个 express train， 是在英国的，这样也算不错，是对有些比较不想要走的人是一个帮助，这样。